大飛運天下，伊朗而家抗爭玩咗一個月，不認不認還需認。而家尋日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正式發話今次定性咗做暴亂，唔知點解所有嘅極權國家都需要定性。而我哋好熟悉嘅嘢就係乜嘢？外國勢力同埋以色列搞鬼，導致咗煽動伊朗人民出嚟反政府。呢場係暴亂，全部都由外國勢力所造成。呢啲對於香港人嚟講耳熟能詳，對俄羅斯、對中國、對朝鮮都係。總唔知自身嘅問題唔解決，全部都歸咎於外國勢力。對於香港人嚟講，呢啲真係何其熟悉，真係熟到爆啊！大家都要記住，好多嘅伊朗女性，佢哋自由戰士嘅真面目，佢哋不停出嚟抗爭。而家有一個母親，佢兩個女被殺害。今日喺個相度見到佢剪咗把頭髮，揸住，跟住喺個兩個女嘅面前企喺度。整個伊朗政府，佢哋唔講呢啲宗教警察、道德警察鑑生打死嗰個女仔。22岁，佢而家就系话外国势力，外国势力，跟住你哋干涉内政，不容挑战，将所有内部嘅压力就视为外国势力，跟住转移视线。习近平主席讲得最好啦，打铁还需自身硬，系我一个名言，系我自己勉励自己一个好好嘅说话嚟嘅。當你自己做得好的話，何來有外國勢力？當你由頭到尾，你們不是濫權打死了一個只不過條頭巾不能夠完全遮住把頭髮的女士的時候，這些關外國勢力什麼事？如果你做得好，善待人民，人民得到他應該有的自由民主的話，哪裡還有外國勢力去插手的餘地？如果真的有的話，看到今早哈梅內伊說的話，令我好像置身於在某一個角度，為什麼會完全一樣？節目做到這裡，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看廣告，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披床大飛看天下，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拜拜。